大家好，我是 Demi， 是温哥华的地产经纪。今天我要来介绍 Bosa 的一个项目。Bosa 在大温以交房品质好出名，他们之前的客人有优先购买的传统，因为很多客人购买了 Bosa 的房子住进去以后，发现质量真的很好，于是也愿意跟着 Bosa 买他其他的项目，并成为他们真正的 VIP 客人。Bosa 之前在素里开盘的 Parkway 第一栋，在一个周末，也就是3天内售罄。如果当时没有买到的朋友不用着急， Parkway Tower 2马上开盘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这个项目这么火。Parkway 位于素里的市中心，素里这十年来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发展，不仅吸引了各大品牌的开发商来开发，而且天车的延长线将从这里延长到 Landy， 在发展住宅的同时也大力的打造商业。2028年 Parkway 交付的时候，也是天车延长线通车的预计时间，到时候会有更多的人口往这里聚拢。 Parkway 位于105街和 City Parkway， 步行可以去市政府以及素里很有设计感的网红图书馆，步行4分钟可以搭到天车，步行10分钟之内可以去 SFU 素里校区、大统华以及 Central City 购物中心。 Parkway 一共4栋楼，3栋是住宅，1栋是出租单位。 Bosa 为这个社区特地打造了16000尺的住宅会所，其中包括健身中心，可以用作篮球和排球运动场的体育馆，室内外的 co-working space、 瑜伽室、 steam room、 桑拿、游戏室。这个会所是一个单独建造的2层建筑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有相同风格的商业会所，餐厅和咖啡厅是必不可少的。而且它们位于4栋楼的中心，再配上人行步道，很有可能又成为下一个素里中心可以打卡的网红地。这次开盘的 Tower 2一共396个单位，52层，有3部电梯，1梯11户。住宅从17楼开始，每一户都有中央冷暖空调，层高8尺6，每一个车位都是有电车充电 Level 2的配置。随着电车越来越多，没有充电装置的老的公寓在以后这方面都会有问题。每一栋大楼都有独立的接待，有16个小时的服务时间。户型从 studio 开始，起价40万不到。一房500尺以下不带车位，带车位的一房55万起价。2房从最小的591尺到773尺，价格从65万到82万。当然，这些起价都是从17楼开始的。户型不一一介绍了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私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 Bosa 在 Tower 2的设计中把原本在室内的柱子移到了室外，特别是转角的单位不会出现有柱子突出的现象，更好地利用了空间。目前 Bosa 只放了120套，并且给足了优惠，转让费从3%减到1%，赠送一个 storage locker 价值5000，而且开发商将会支付部分定金的利息，从9%到11%不等，当然只限于这前120位买家。如果你有兴趣，可以拨打电话778-891-6993或加我的微信小红书来了解更多的资讯。